回为台湾带来未来五十年的和平。新加坡能，台湾一定也能，让台湾在二十年内超越新加坡，成为亚洲人均 GDP 最高的亚洲首富。面对台海与中美关系的兵凶战危，台湾绝对不能成为乌克兰，我也绝对不会让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。台民恳请台湾人民给我四年的时间，我保证我会为台湾带来未来五十年的和平，奠定两岸最深厚的互信根基。台湾经济状况急剧衰退，根据行政院主计处最新预估，今年经济成长率将下修至 1.95 个百分点，全年保二不忘。我保证有能力让新政府的经济成长率超过一倍，我会发展科技和经济，让台湾在二十年内超越新加坡，成为亚洲人均 GDP 最高的亚洲首富。给我四年的时间，我会建构完整的心力储备制度，打造最廉能的政府。新加坡能，台湾一定也能。台民的参选最重要，要重启台湾命运的改变，改造台湾的政治生态，回应真正主流民意的期盼。今天台湾的主流民意更是希望捍卫中华民国永生永世。我保证将竭尽所能让劳保基金不会破产，我保证我将倾全力让健保基金不会破产。为了孩子的明天，为了子孙的未来，我愿意燃烧自己，照亮台湾。